眼睛小没办法，就是有人看到眼睛小的会不开心啊。哈哈，这样讲可以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就是我们不要做让人讨厌的人，我们与其不要触怒别人，不要让人生气嘛，对吧、啊？我们就配合那些人一下嘛。没有啦，就是有些人真的会敏感啊，不要去冒犯他，他没惹到你，反正你也没惹到他嘛，这样啊。橘，我好想再吃那个什么珍珠奶茶蛋糕哦。那个珍珠真的很奇妙我那时候放在冰箱放很久，它竟然都不会硬掉好神奇哦。啊，勾不到，寄给我。你现在不是人在外面吗？你怎么寄？干！那有保卫期？不是啊，因为珍珠不是放太久会硬掉啊。你吃那个，你喝珍珠奶茶也是会有那个啊，会硬掉啊。我跟你讲我前年生日吧，就是橘寄了一个超好吃的珍珠奶茶蛋糕。味道不重要，重点是它那个珍珠好 Q 哦。看，就你下一次，我不要。你上来齁，你上来吃还有补补可以看可以摸啊。啊，对啦，刚刚讲到补补就生气啦，因为我今天放它出来放风，结果就是风放一放了嘛，想说差不多了，因为我要出门看医生，然后把它抱回那个笼子里。他就趴在那个大理石砖上面给我大便，我想说把手伸进去摸他安慰他，然后跟他讲把那个大便给丢到那个便盆里面，就伸手进去他就攻击我的手，干嘛啊？放你进去很生气哦，气不不他超凶他真的是连这种佣人都凶的兔子真的喜欢吃红萝卜吗？应该说兔子的味觉比人类还要多，然后就是他们可以只吃个菜，我们可能是就比如是红萝卜好，就吃红萝卜而已，他可能吃到其中其他的味道，然后兔子又是有什么就吃什么的那一种，就是你给他菜他就吃，给他什么他就吃，他也是会挑食的啦。然后红萝卜这个东西就是能当点心，不能常吃。对他们来说，那个也算是有点毒的毒品。有蛋蛋，点蛋蛋。可以，我们来试试看这个烤鲶鱼可以吃多少啊？也才这样啊，只是说可以多吃几口而已嘛。哦，对，没错，我们可以多吃几口，他还活着。来喝口水。喝完水我们睡觉哈，就感觉今天收集台开得有点久了，然后我录影也都是录个超过30分钟了，然后就是有一次录影录到一个小时又40多分钟，好像第三集吧，所以那时候剪得很累，那时候录完之后已经6点半了，然后剪一剪再加一个半小时嘛，我已经快9点了，然后我已经快死在楼上了啊！钓鱼，晚点再把这个位置都改一改。晚安。好啦，这个鱼钓完之后，因为我在收集鱼。要做那个鲨鱼饵，然后做完鲨鱼饵的材料收集好之后，差不多回棺材了。我想说那个什么，那什么什么片，你要干嘛？什么电晶体还是跟他讲叫什么？
电路板啊，然后电路板我们等到开台，不是开台啦，又讲错了，等到录影的时候再来做。哦，有没有准备要关台的声音？哥哥，哎，所以有人知道我们今天被咬几次吗？我的台很轻松，不会哦，我的台一点也不轻松哦。嗯，因为你跟台跟的不够久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会撑过去？等一下，有问题，有问题，有问题。现在怎么跑的？又是斜着跑，不要。的船最怕就是斜着跑，你看，那就没收集到了，只能这样子了吧，对不对？让它变直了，哦，行行行，我看一下这首歌叫什么，轻松，就这样子，我把这首歌的歌名改成轻松。好了，断掉了。我们吃最后一口，把它吃干净吧。其实那个鱼也不新鲜了，它眼白是白色的。哎呦，干，不行，不能中。虽然他在他的台上面杀兔子，但是中下去真的会连朋友都没有。哎，这还好多，不能改位置。想说这边好卡，改一个位置。哒哒哒哒哒，噔噔噔噔噔。好啦，差不多这样子咯，应该不用讲个结尾那些了吧？反正会来看、会来订阅的就会来啦。很笑、哦、哇，渴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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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喝饱喝饱喝饱，好嘛嘛好嘛嘛，超爱鱼的眼睛，你喜欢吃鱼眼睛吗？以前小时候都被家人就是夹鱼眼睛给我们吃，然后我们就傻傻吃下去，也不管它好不好吃。哇，这个鱼，哇塞！啊，应该可以的啦。我是说芒果，芒果那可以呀、啊。芒果的话可以呀、啊。芒果，可是种芒果能干嘛？我觉得我吃的东西都够了、啊，还是说可以得到那个木板那些？看一下哦，这个对不对？可以种树，钉子绳，红木板。种下去会不够啊！哦，好啦哈。1234啊，只要不要中那个东西，什么都行，可以吗？至少哇哦，这个会被海鸥吃吗？不会吧。好，刚好有空间，那就中吧。芒果，可以不要再斜着跑了吗？我会生气哦。啊，都这样，来来来来来。哎、欸，海鸥哎、欸，装水。
看一下哦。好啦，应该没什么东西了，所以可以关台了。可以关台喽。可惜他不能 F5， 不然就在这个按 F5 拍照。好。对啊，没有东西了，没关台。对啊，可能还是要 X 的，不然就是都再想想吧，不然就是一个 N 嘛，一个 N， 因为 N 的话一定是点得到啊。或者是我们盖这样过去，拿个 V 的话也是前后左右一定拿得到的。不要关台却继续做事情的实况组，就傲娇啊，事情做不完啊，就很想玩啊。欸，哦，鲨鱼。好啦，真的都收集好了。所以晚点我录影的话，就是把那个电路板的东西做出来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然后电路板的东西，它那个天线好像要架在很高的地方，所以，所以要找个地方放天线，再过去一格吧，对吧？好啦，那我录影的时候再用吧。那感谢各位收看。保存世界三，好啦，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收看啦。那再看我录影录的怎样，如果录到物资还是没收集完的话，明天阿米狗结束继续玩两层楼就好哦。哦，感谢感谢杰瑞，感谢杰瑞，感谢杰瑞大大。啊，你的那个咧，海上大虾做好了吗？啊，又受到风了。欸，我没吹到脸啊。好啦，那就明天晚上继续发车。拜拜拜拜拜拜。欸，等一下。先播广告。想到要播广告。吃广告，吃广告。不等了，真的。我有种芒果，明天如果要指定啥的话，再抖呗。广告呢？我按了你。好啦，拜拜。不要开，不要开那个挡广告的啦。我没骗人，你比较乖，知道。哎，你们有订阅的当然吃不到啊，白痴哦。乖乖乖。订阅者吃不到广告啦，所以你们想要的话就是赞助我啊，订阅我啊，这样子啊，懂吗？啊，广告不是每个人都会吃到啦，有吃到的是帮我们赚钱，没吃到的就是就只是一般观众了，哈哈，一半一半吼。好啦，那真的要关喽，拜拜。